有点变化。开始我的手就已经开始会很抖。你有这么累的时候，你可以付出，你还是可以来把握一点付出，但是先不要让它太累。被诊断出罹患动脉性肾功能硬化，林秋晴仍心心念念做志工。她从2005年开始就积极投入慈济活动，也因为这一次的营队的时候，那个活动的时候，人也看到比较会有稍微累。虽然得出来的诊断的结果啦，虽然不是很乐观啦，但是我觉得从他身上看到讲说。就是做好心理准备，就是接受目前这样子的情况。那我觉得秋晴在这方面至少她心理建设上是很健康的。不被病魔打倒，林秋晴坚持把握在乡基组、教育组付出的机会。其实我一路来都很喜欢慈济，我也很爱慈济。只要我一天能，我能做，那还是我一定会出来的。他医生就跟我说，你的抵抗力不是很强，真的不是很强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还能做吗？我还可以去做这个活动吗？我现在觉得我身体可以，我还是要人去发现。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病苦，林秋晴心灵更健康。带新闻马来西亚报道。